Okay. Okay.你确定不要回应吗？不要。诶，可以。 我们这个 logo 有点复杂，如果是像某些他们只是打这个几个字母啊，然后打个简要 logo 的话，根本不需要3分钟。是啊，那我看他们那个只需要1分钟，40来秒钟就搞定了。就甚至打几个简单的嘛，你看我们像这个几块，纯粹的是把它给扫黑的嘛。要不反过来打？可以试一下。 哎，反过来打可以哦，不一定漂亮，不一定是吧？反过来打的，我稍微试一下。我觉得不一定漂亮。但是，反过来打不漂亮，说实话。反过来打，我觉得不漂亮。因为它 logo 的性质决定的。是。有些 logo 它就是你这么打的话，它不好看。啊，这个还会冒烟呢。嗯？这个还会冒烟。 一点点，这样就好。 非常的黑，black market。